哎，谁掉的龙珠？好呀，哎，人呢？干啥？哎，你干嘛拿我这么多龙珠啊？我什么时候拿你的龙珠了？这是刚才我在白菜家里面拿的。白菜家里边？谁叫白菜呀？别废话，拿过来就是我家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放这儿，这个放这儿，这个放这儿，这个大的放这儿，你看是不是刚好？是不是拿了我家的呀？可是我真的没有拿。大家说他到底拿没拿？七星龙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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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我中七星龙珠啊！哇，你运气这么好呀！我去给你兑。你看一下你喜欢哪一颗吧。啊，什么喜欢哪一颗？这不都是我的吗？怎么都是你的？这不写着七星龙珠啊？怎么是七颗？你自己弄这玩意儿，七颗一颗你自己不知道？走啊，我明明写的一颗，怎么成七颗了呢？我这个大龙珠呀一共两个，让孩子们给我玩的丢了一个，那个粉的去哪儿了呢？哎，大龙珠，哎，还有张一号龙珠的奖票，这肯定是胖丫丢了，他一定很着急，我去还给他。胖丫，给我兑奖，一号龙珠。什么？一号龙珠兑奖？你蒙谁呢你？我这整把的奖票一个都没抽呢，上哪捡的？上哪玩去吧？啊？那这个大龙珠是不是你的？哎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找了好半天了，快给我。不对吧？这奖票不是你的，这龙珠一定也不是你的。这奖票是我的，来来来，给你兑一号龙珠。嘿嘿，这也差不多，来给你。哎，那这个一号奖票到底是不是胖丫的？哎，老板娘不在，在这等会儿。哎呦，哎，胖丫你啥时候来的？我都等你半天了，快过来包辣条。这是我新进的，来，你看看你要吃啥。哇，全是新的。哎，我就要这个开开心吧，给一块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刚进回来就卖了，这一块赚的太容易了。呀，我的龙珠呢？一定是胖丫拿走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一号，我中了一号。啊什么啊？不信你看，拿来我看看。哟，你手气真好，你还真中了一号。哎。一号在这里，那我自己拿了啊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我帮你拿。一号在哪里？哎，你的一号在这里。给你的一号。啊，这么小，这不是一号吧？你别拿那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拿的对吗？胖丫，哎，人呢？哎，我把他这龙珠拿着玩两天，装满了，小花让他发现，哎，装裤腿里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是胖丫他老舅，你干啥呀？我干啥呢？哦，我脚上踩上粑粑了，手上也弄上，不信你闻。嘿、哎，打远的，打远的，好臭好臭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好嘞。这人走路不看着点，踩上粑粑了还来小卖部，真是。哎，二狗子，来来来，新到的龙珠还没有开封的，你要不要抽一把？哇，真是新的，你玩一把是吧？对，那我抽一把。不中一号，不中一号，一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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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中了五号，你看，来我看看。不对呀、啊，你这不像五号，你这像几十五号。你这是不是总耍赖啊？嘿，我耍赖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这到底是多少号呀？一号。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。胖丫，你这上面怎么啥也没有啊？哎呀，是啥也没有啊！要不然你重抽一张吧。哎，好嘞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就你。一号，一号。这个也没有啊？那你再抽一张吧。怎么回事这是？肯定是那印奖票的厂家没印好。就这张吧，一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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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真中了一号了！你看，给我兑奖吧！啊，真中了一号了，给你兑，给你兑，今天就赔大了。给，
到此了啊。哎呀，不应该呀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胖丫，你这龙珠多少钱一抽啊？龙珠呀，5毛一抽。那一共是多少钱呢？那还用算吗？一共60。60是吧？那我全包了。好嘞。不行，只能一抽抽的抽，把钱给你。不是，你嫌钱多了扎手啊？为什么就不能全包了呢？为什么？反正只能一抽抽的抽。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胖丫为什么不让全包了呢？哎呀，肚子疼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一定是胖丫的龙珠吧？哎，还有奖票，我先散着。等胖丫回来了，我再找他对龙珠。就这样。哎呦，舒服多了。来了，胖丫，你看我昨天在你这儿买的奖票还没兑呢，47号，你给我兑一下。啥？昨天？我今天新进的龙珠还没开卖呢，那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？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？啊？新进的奖票怎么会少一张呢？少一张也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要是你的怎么办？如果是我的，我要想办法送给你。这张奖票是我的吗？抽龙珠是吧？给，今天中不了1号誓不罢休。你说的对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放心吧你，1号，我真要中1号了！1号！你这哪是1号呀？你这不是6号吗？你干什么？这张不是，我要抽抽一张。你抽，你抽。1号！2号！你干什么嘛？你给我抽个龙珠，你把我弄得跟个陶奶奶样的，不抽了，走了。嘿嘿，为了保证我的1号、2号龙珠，我不择手段，我有错吗？哎，谁掉的92号龙珠奖票？我给他把这个9号撕掉。这不就成2号了？找老板娘兑奖去喽！胖丫，这是我昨天在你这儿抽的2号龙珠，赶紧给我兑一下。来，我看看。呀，你这奖票怎么撕的一半都没了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2号？我不小心使劲使大了，撕没了。哦，前面好像是个零，我给你兑啊。给你龙珠。2号龙珠真漂亮，那我走了啊。我怎么看着这个奖票这么别扭呢？这到底是几号呀？你看到我拿起奖票你就往里冲。行，那我先进去。好嘞。胖丫，我抽个龙珠。给，抽吧。胖丫，你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捡啊。女孩子家家的，挪吧，走走。哎呀，我抽个龙珠找什么？让开！就你了，1号！哇，还有我中1号！啥？100张票上来就中1号？这也太邪门了吧！哎，给你兑。哎，给你吧。哇，出！嘿嘿嘿，跟着我混，以后龙珠少不了你的。给。哎呀，这个二狗子怎么一下子就把1号抽到了呢？